Merci.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，你看马龙，马龙好在什么地方？我觉着和他相提并论的就在这儿了。他这个他打球，你感觉他不着急？你得现在你说国内就是目前他现在这种状态和他打，如果他的状态出来，真别的人和他打真的很下风，什么地方都没有卡的地方。 你攻我房，你想房的时候，我在攻你，就看着。位置处都是，他即使拿了大满贯以后，他依然很敬业，非常努力，这个非常难得。就是说，你就包括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。首先是由马龙来发球。 确实，你不使劲打，真不往前走，你真得用力。像这种球，真的是不一样，而且这个球很容易破碎。所以说，是不是从咱们有儿的？对，哎，有胶什么的，他就是分得很细了。所以这个心理训练现在也比不了，就是咱说这个光单纯说技术质量，是，啊，你像那刘世文，他现在虽然也干什么，但是他打出来的球。 强壮的身体，那个张继科的身体多好啊！对，马龙是越打越好了，技术确实好，好球，对，出来发球。 心态。平时你像这种训练，对，也有恢复性的训练，我看很多运动员都喜欢。你看这个。 这个一点跑没有，非常顺，漂亮，漂亮，哎，漂亮，哎，这反手，哎，好球。 制造一种很好的，安静的环境，对，这个利于运动员的发挥，嗯，嗯，好球，嗯，所以他自己主动提出来，暂停，嗯。 漂亮，这马他很注意保，就是对自己的了解，就是知己知彼嘛，对自己太了解了。嗯，怎么打？你看这球，就是主动发起进攻啊！哎，可以说呢，今天是凭着马龙的。